係今年 TQ 嘅 finalist 之一，我係 Form 6嘅 Boris Wong。咁嚟緊我會唱李榮浩嘅《喜劇之王》啦，咁希望大家會中意。以我所知，你就第一次參加 TQ 啦。咁有咩原因驅使到你係想參加 TQ 咧？主要是因為我平時私底下都非常喜歡唱歌的，但是一直都踏出不到這步，就今次我們今年 SA 有這個 TQ 這樣，就把這個機遇啦，就踏上了這個 Hits TQ Hits 的舞台。你 Hit 和 Final 選的歌都是李榮浩的歌啦，你是不是很喜歡李榮浩的某種特質或者怎樣呢？係，你講得冇錯，即係李榮浩呢個歌手係我非常之欣賞佢。咁一嚟佢，即係最欣賞佢地方就係佢表演嘅時候啦，係非常之有嗰個氣勢喺度咯。即係佢係唱歌嘅時候係非常之澎湃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好 impact 到觀眾。咁如果我可以喺嚟緊嘅表演都做到相似嘅效果，咁我都覺得大家會中意。如果咁多嘅觀眾係喜歡聽啲歌，或者中意有位歌手係可以用呢個比較有氣勢嘅聲線去帶動到氣氛嘅，或甚至你覺得我嘅表演係可以觸動到你嘅內心嘅話，咁我覺得你可以投一票。Thank you。咁我哋有請歌人。你入到決賽喎，你啱啱先知道自己入到攞第二名啦，咁你有啲咩感受呢？我都啱啱係咯，就咯，但係不過多謝有投票俾我嘅人。咁我見呢個事態都幾緊急啦，咁我而家俾啲時間你準備一下先啦。咁我事不宜遲，我哋將個台交俾你，加油！折磨到
想牵却不放手，开始纠缠之后才有被人放大的自由，你的抱怨才温柔，感情又重又享受。首先好 fit， 好適合我自己唱嘅方法，同埋係咯，我非常之中意李永浩呢個歌手。咁而家入到頭三名啦，咁你最想多謝邊個？首先第一嘢係多謝啱啱咁多投票俾我嘅咁多同學啦，同埋多謝我爸媽生出嚟，跟住之後。最重要就是多謝我自己，因為今年中六啦，咁樣咁最後一年有機會踏上呢個舞台，然之後攞到呢個成績，係我覺得自己好勇敢咯。我想係咯，多謝自己。咁好啊，多謝 Boris 啦，咁你可以翻去啦。唔該曬。